啊，现在我就来到 S 二的一起去翻了。这一次我直接来玩最终关，不玩全部的关卡。这个存档呢是我之前打的，于是现在我就拿来用吧。外设我这一点积分了，一共有100块钱可以收集，我全部收集齐了。因此现在我就直接往右边走传送吧。这个地方最远的传送到太空房，我就去太空看看。然后就来这个地方。现在我要一路游到城堡中心处。希望这技能拿到这把钥匙。怎么这技能就直接传到冰窟里了？啊，抱起这把钥匙继续前进吧。看这锁干没插进这个锁骨里就行了。这里的关卡挺多的嘛，然后我都玩过了，星星也全部收集齐了，现在就要往这里下去。右边是可以过去的，过去就会到冰窟，但本路线就不去了。过去方式就是闪那个砖头就行，叶子或黄金砖都可以。然后就来到这个地方，城堡中心。只不过这个城堡中心为什么是在露天环境下呀？不管了，继续看看。原来这个环境就有点奇怪，苍马一代的万花砖怎么能比出苍马三代的活力化呢？这个场景是洛克人四的风格，而地形呢则是永远的马里奥的巴克山。这块呢原本是用来复刻永远的马里奥的巴克山的，但是那个复刻者我弃坑了，因此把它拿到 YYSWorld 里用了。其实那个木板完全可以无视的，再来个大脚就跳过来，就像这样。上来来个旋转跳吧，一方踩到刺猬，啊，接着往上走。从这里开始就不太一样了，从这里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有的地方有隐藏砖，这里是没有的，可以直接跳上来，然后继续往上走。OK， 它进度了，往这里爬上去就会带到天上。前面我说过，这关是复刻的永远的马里奥的巴克山，我为啥要复刻这关呢？因为我当时开了个坑，想复刻永远的马里奥。所以呢，当我拿到巴克三关的全装过后，就把这个复刻了下来。但是之后那个复刻者我弃了坑，所以就没继续了。但这一关我也不想扔掉，最终决定拿来做 S 二的最终关好了。你看，左右两边加个黑边，就是为了适应原游戏的分辨率的。原游戏只有60x480分辨率，而 SMBX 有800x600分辨率，因此就得做些妥协了。如你所见，本关并没有复刻完，于是你就看到了上面这个样子。黑边到此为止，这也太生硬了点。于是来到了露天部分，当初版本的露天的大背景就是这样子。到了1.6版，这场景风格就变成洛克人四的了。地形还跟原先的一样，不过1.6版有个极大的特点，就是没有时间限制。到了1.6特别版才有，因为那时用上 RunnerDLL。 1.6版的露天的大背景也还是这个样子，就地形有点变化。到了1.7版，这大背景就变成这种姨妈红了。就这样子，看到这个黑夜，为什么这片子是姨妈红啊？抱着这个渣吧，哎，准备找到。不过那个跳跃板也在自己掉下去。我操，这个有点阴人啊，不过还好有只药吸可以让我无限受伤。像这药吸继续前进吧，冲过这水果地带。这水果地带每个水果都有食人花呀，只不过全都是食人花而已，因为一天上没有那么多土火花。最右边这根高水管是汇集了一朵喷雾花，但它一次我喷一颗火球，因为1.3没法设置这个。去前进吧。哇，这里好空旷啊，原本这里有木鸟挡路的，但现在没有了。这里也变了，不是原先那种了。
从1.6特别版开始才变成这样。现在就把这些朋友全部吃了吧，吃了就要小心点，是这牌子告诉我的。现在要学到哪里去呢？我可怎么就突然黑了，而且也变得安静起来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，怎么就来到这个生物体内了？然后这个大城堡里面是这种样子，这种手是不能碰的，还这个阳红水不能碰。我靠，要是就能把它含住，含了过就会受伤。这红色是什么？是血水吗？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胚胎吗？这胚胎居然可以被踩死，只不过其实要去踩死，直接踩死踩不了的。你要给我低下来啊，低了我再过去。哇，又一个胚胎，你给我过来，过来我就踩死你！你别往上面蹦啊，给我下来啊！我踩，哎，你又下去了。为什么这胚胎能够随意穿墙的？OK， 踩了一个，但这里还又来了一个踩。OK， 你现在就没有胚胎烦扰我了。这里个斧子蘑菇吃了就会把我母亲那些火力花吸在斧子上去，那就斧子上去吧，反正黄金在这里没太大用。哎呀，我操！不是吧，我的药性就这样没了。这就发现我上面走，下面是行走不通了。我怎么又有胚胎？现在没法把胚胎干掉了。这胚胎不怕火球，为什么它不怕烫啊？这不科学啊！又一个胚胎，现在有两个胚胎来烦扰我了。这个地方要蹲着跳穿越过去，火球上过来吧，反正也受伤了。这个偷盗居然造了一个秘密通道，现在就要往那里过去，这不是地道平方呀！哎呀 ，OK， 我又回来了，我感觉爆锅了，哎呦，停停停 ，OK， 过来了，然后就走到一个绿蘑菇，跟现在已经到心脏区域了，这应该是在很高的地方了吧？我说这生物体的很高的地方，怎么这后面这个东西地带越来越平凡了？好在你没有胚胎来烦扰，哎，当我没说吧。刚说没有就来了两个，快点冲下去。OK， 现在是真的没有他们来烦扰了。来顶顶这些化妆，看看有没有补给。有哎，太好了，看还有没有别的。或比如说来自药系什么的，真的来了，这是黄药系击伤他。而且打这库巴吧，这库巴有21P，而且会给他砸他。有药性的话，就会多次受伤。哎，库巴你别乱乱调啊！OK， 这库巴就干掉了。知道原先为啥叫大脑区了吧？因为 1.6 特别版就是这么设计的，直到 1.7 版才把第二个 boss 放到下一个场景里。那么现在就去瞧瞧第二个 boss 长啥样吧。啊，吃下这片叶子，含着龟壳到下一个场景吧。这含不过来啊！现在就要打着心脏了。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魂斗罗的东西吗？得先把这个墙打烂，然后才能让龟壳打出心脏。看这心脏还懂得自我保护吗？把药性教练吃下这个东西，药性你的胃口真好哎！
他这心脏皮子真厚啊，打针多些他也不死。幸好有药剂，我可以多次受伤，只要及时吃药剂就可以。哎呀，我操！没及时吃药剂，被这家伙碰到了 ，fuck 呀！不过我还有一朵火牛花，可以拿下来吃掉，就像这样。因为在寒流产生过后是会飞的，因此我能够直接飞过来。我操，好难拆呀！我操，还是来这里把这灰灰喊过来吧。我操，这太容易受伤了。假如没有药剂的话，肯定撑不过这仗。OK， 这心脏终于被打死了。不可能也是可能了，啊，就要离开这里了，这个地方开始不稳定了。现在就在90秒以内逃脱。靠，这个生物体呢，居然还会爆炸呀！他们是用机械做的吗？然后就从生物体内拖出来了。我靠，这千万别掉进岩浆里了，掉岩浆就要死，然后就要从头来。这里你得更小心点，因为这瓶子就这么小个，时间还充足的，可以不用那么着急。OK， 现在到最外面来了。你终于逃脱出来了，感谢他，这是非常离开这里吧。哦耶，终于把这个打通了，马上城堡就要崩了。就这样一路飞到了对岸，来看看这里吧。哎，这不是你的房子吗？大家赶紧离开这里，就叫欣赏 Westworld 一点七 Fire 的 Staff 吧。左边稍微烂平，腰细头都露出来了。不过我用字幕遮住吧。
汗液直接体喝了。怎么空了这么长？那就是认得了。那么 YSWorld 1.78.6 的最终关就打完了，就要看 SMBX 的 stop 了。不过把音乐的这段听完再干吧。不得不说，这个 stop 写的有点雷人，特别是后面那段，他个二维码是什么鬼啊？不过那个真的能省。约起来欣赏 SMBX 的 staff 吧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吧，谢谢观赏。